一诺马可肉身开团，对他们控制多，可以看一诺这个位置，一诺在蹲，一诺在蹲，一诺在蹲，他想找机会。还有盾山，正面哎，开团了，这波直接打装加装，完了开到了，完了，三条命炸了，兄弟，这波一诺直接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这波团灭了呀，火舞兄弟去秒了一个，那就复。竟收下了这个不落后的人头，是的，没有断裂空，没能收掉，全部都是残血。是的，一波一万五，中路有限，没有减速带。哇，这波团战，这就是瓶子刚刚说的拼手法。突如其来，一诺直接动手，马可波罗先手开团，蹲了一个上二塔那个草丛，对，主动上去先打出花云的第一条命，紧接着未央和易安过来，一人收一个，三条命的花云仰卧起坐，最根本动不了，花云来不及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 级超发挥，我真的无语，现在二比一暂时领先了。再把 MVP 一诺，兄弟们没得输啊！一诺 MVP 很稳，他们是通过盾山在红区的一波操作，还有盾山拼操作。济南二大木侠他们这个阵容，我靠，蹲到了！一说这直接带走，哎呦，这波又是一诺先行开团，能打赢这一波吗？应该是打赢了，我的妈呀！但是自己复活甲也爆出来了，对面全死了，零换五，牛逼！是的，一波连环，没有二塔，没有减速带，太夸张了这一把，又是这个位，又是这种。瓶子刚刚说的拼手，我发现一诺每次玩马可波罗，直接动手，都有那种他要一个人先行开团，然后打赢，来一波高光是吧？对，来一波高光结束这把比赛。主动上去先打出花云的第一条命，紧接着未央和易安过来，一人收一个，三条命的花云仰卧起坐。最快复活花云来不及了，我也觉得那地方蹲不到。对啊，正常来说那伽罗随便会射个二技能的呀。二比一，一诺是直接二电了，二大电是吧？嗯，二大电尽快。这局 AG 打的确实很稳，他们是通过盾山在红区的一波操作，背三个再一个马可大招拼操作，对，打到两个人，然后结束比赛。啊、这把 MV 提前拿到赛点哈。对，这把 MV 梅艾斯在红区那一波也不会把四千经济杀拉回来。但是最后没有一诺的这一波也终结不了比赛，很确实比较难击杀那个加罗。按照导播老师的习惯，对面这一波处于那波太关键了，啊、不然这把肯定给评论。期待一下，好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因为我们那会儿已经被压得很难受了。来，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最后一波算叫什么来着？我也觉得是一诺。对面的猝死，上贵宾，上贵宾，主播就火起来了，主播火起来就不是牛马。这边马可直接转进去，一个转两个，马可一诺，这就是一诺兄弟，我看谁敢喷一诺，这波一诺永远的神，这波一诺在一说是直接烧死一个，这波在一的火舞进场，这边调直接打了一波团灭，这就是成都 A 级超玩会一诺。MVP 十字兵规，一波带走 RW 哈。这昨天马可要是这样，早都赢了老干爹。说实话，瓶子刚刚说的拼手法，突如其来，一诺直接动手，马可波罗先手开团。谢谢野卡的牌子，谢谢。二塔那个草丛，对，主动上去先打出花云的第一条命，紧接着未央和易安过来，一人收一个，三条命的花云仰卧起坐。根本动不了，花云来不及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 级超玩会，牛啊！翻盘了呀，兄弟们！A 级超玩会，这一局 AG 打的确实很稳，他们是通过盾山在红区的一波操作。这一诺真敢打，我操！